恁刚才你煮只安尼，真正好做无面子的。这个世间上唯一无资格讲我无水准的人，就是你啦。这款菜我真欠教死。那总部对付这款人，有搁较巧的办法。Merry Christmas！ 你带查某去开房间，你倒位唔去？你敢去我开房间？昨暝尤医师确实是尤夫人归来，来，这我会当推荐。你卖生气，咱刚才怎么讲好无？你卖生气。你卖看我啊！老母，你先搞放下。第一早我有心药，佮用尽心计想要害我巴肚内囡仔。唔管伊巴肚内囡仔是啥个，我拢袂承认。温柔家的面子，予你写了了。我害你今嘛都甲湘琪离婚。记得订阅我们哟。